哟，小鱼，小鱼好，看到您进来了，好，谢谢，谢谢我们小鱼哈，今天呢，2018年9月7号，Today is September 7, 2018，Today is Friday 礼拜五，那这个时间呢是唐立全教 English 喜爱学英语的朋友，大家告诉大家唐立全教英语，每天晚上呢8点在我们 UP 直播为大家服务哈，欢迎Welcome。我今天这个行程满满我今天很特别，今天一早我就坐高铁到台北，那高铁现在生意越来越好我已经遇到2次了，高铁台湾 High Speed Rail。我本来想说，反正也不是假日然后也不必事先买票，想说去的话呢，怎么样都会有位置坐，没有对号坐，那就自由坐，也有位置坐结果我今天去台北哇，我告诉你number V，no seats no seats 没有座位啦，哇，那很可怕，从台中然后要站到台北。哇，考验我的体力！后来我就给他坐在地上，然后戴个口罩我怕被人家认出来，讲摊小老师那直接逃开，因为坐地上比较舒服啦，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下次如果说到台北要坐高铁我事先请张经理帮我买好票，不要那么有把握说一定有票了我觉得现在坐高铁越来越多人了好。谢谢我们的 T Good night, welcome to my program。然后我们文喜这边要谢谢文喜了今天呢，张经理也把水果送过去了。其实呢，这一次的话要谢谢文喜谢谢郭淑清老师，还有谢谢呢我们的红酒杯因为我们昨天呢去访问呢阿龙水果行，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呢这三位贵宾帮我们热情的送 UB 换好礼，哇，每个人都换了一大箱的这个水果啦。所以今天呢，张经理呢就直接把水果带过去那也去拜访我们郭淑清老师，谢谢姐姐郭老师，哇，郭老师呢还特别帮我留了一包芋圆的芒果干给我，谢谢啦，谢谢郭淑清老师。这也是郭老师他义买的啦，他义买的上次我在节目说很喜欢吃这个芋圆的芒果干，他就特别留一包给我带回台中了这边谢谢谢谢，应该的啦，因为什么？因为老师呢 UP 的节目就做到下个礼拜一，那我因为我下个礼拜二就要住院那下礼拜三要动呢右腺甲状腺切除手术手术以后呢。再开播又看我的复原状况了所以的话，我一定要这几天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再尽一个责任这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义务了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在俄罗斯，老师在俄罗斯有举行，对不对？截图，然后呢，前5名要送俄罗斯的礼物，对不对那目前还有一个名额还有一个名额，这个总共呢有4位这个文喜已经拿给他了然后小鱼还没有，应该礼拜一就会寄出去了，最慢礼拜一小鱼然后 Teddy 另外呢我们的志伟所以还有一名如果说您呢有呢这个老师。在莫斯科期间，在俄罗斯直播期间你都有固定的看你要参加送 UB 这不是这个要参加这个截图送俄罗斯好礼的话，你们呢用 LINE 告诉我LINE 8253TC，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另外，我们不是有一个猜谜吗？猜呢，老师呢在俄罗斯的 shopping mall。买的那7件东西多少钱？结果我们答案的话呢，最接近的是零尾，零尾是最接近的。
林伟只差一块钱卢布了，所以他很会猜，所以也会把林伟呢这个最接近的这个礼物寄给林伟。所以这样大家有很清楚吗？各位贵宾，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呢，你们要赶快跟汤炫老师联系，因为的话，老师呢要在呢住院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啊。那这边谢谢文喜你的鼓励啊，所以老师放心啊，复原会很快的，谢谢你。我也利用这个时间呢给自己就是休息。我现在在 up 就是。其实我跟公司签约我一个月只要做30个小时就好。那以前我们曾经都做了好多，有时候一天做了10个小时都做过。现在身体因素所以现在做的话，我一天就做2个小时。让大家知道一下。我每天有上线呢，那我一天就做2个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呢，做台湾万花筒。那晚上8点到9点就做 Tony Chen 教 English 就2个小时。如果那一天呢有排呢，这个好康爬爬照还是 Tony Chen 送爱心，因为外景节目我们一集都做2个小时，所以那一天呢我们的正规节目我们就会停播一次让各位知道，就是说每天可以看到 Tony Chen 老师但是我一天就做2个小时就好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我现在。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啦，也不要给自己太操，反正做好玩的嘛，做跟大家交朋友，不是在做赚钱的啦，不是做 make money 的所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一下。好，谢谢谢谢大家进来我们先来听个歌，哇，我今天还算蛮幸福的，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张经理晚上呢。他们前公司说庆祝那个中秋节啦，有那个 barbecue 啦，然后在丰原，你知道吗？然后呢，张经理就想说他如果这个回台中然后要再去丰原参加 barbecue 一定来不及啦，一定会来不及。所以的话，我就说那没关系啦，你就把我送到丰原火车站。你就去参加 barbecue 了，他说老师，那你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我自己坐火车，所以我今天是自己坐火车回来的，然后呢，因为我早上不是去台北吗？我的机车就停在那个台中高铁，我就坐火车坐到新乌日站，坐到新乌日站，然后呢，我就骑机车回来，蛮幸福的呢。我回来的路上没下雨，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下好大，像我们家台中下了好大的雨。我们英文说下着倾盆大雨怎么讲啊？有没有人知道？下着倾盆大雨，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大家就记得这一句话正在下雨，对不对？It's raining，这个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嘛？什么叫现在进行式呢？be 动词加动词 ing 就是现在进行式。It's raining，它正在下雨，怎么下呢？后面的话呢，猫跟狗，cats and dogs，cats and dogs。那外国人其实比较喜欢猫啦，因为猫比较独立，老师呢在美国留学深深的感受到外国人比较喜欢猫，所以他们把猫摆在前面，所以 it's raining，cats and dogs，it's raining。Cats and dogs 就是外面正下的倾盆大雨。希望呢，各位呢，雨天呢外出或者骑机车，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谢谢你。那先来听个歌我们再来学 English。来听我好朋友的歌好了。哇，我这个老朋友也在我的自传帮我写了推荐序，是谁呢？他本来是广播主持人，然后去年他也发片了。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位？我的好朋友，my good friend。来，给你看看我的自传。小玉知道有，谢谢。让马吉也弄怎样？有没有？老师的自传呢？吴宗宪跟郑开来，
联合帮我写推荐序啦哈。然后呢，来来听郑开来去年发片的《与你相逢》这首歌。谢谢小鱼，谢谢你的玫瑰花，感谢你。我们欢迎郑慧珍理事长，你好。是否过得好？我依然笑着说，没有什么烦恼，只是偶尔要求太高。谢谢理事长，晚上好。我突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轻声说再见，够不够？相逢，时间改变太多，你的温柔，你的交通，都不再属于我。走在大街与你相逢，也许我太执着，只希望你在多年以后依然记得曾经有我。时间改变太多，你的温柔，你的交通，都不再属于我。在大街与你相逢，也许我太执着，只希望你在多年以后依然记得曾经有我。时间改变太多，你的温柔，你的交通，都不再属于我。走在大街与你相逢，也许我太执着，只希望你在多年以后依然记得曾经有我。谢谢我们 AJ、哦、谢谢我们的志伟，哇，老朋友进来了，谢谢，哇，感谢啦，万分感谢、哦、大家进来看汤炫老师教英语这个节目，啊，也给我鼓励啦、哦、谢谢志伟，您好，志伟，我们那个阿龙呢，水果行的资料老师有给你了、哦、按摩枪有到货了吗？还没有，
哎呀，问一下张经理，我有跟张经理说，张经理，请张经理追踪一下，因为我很担心呢，因为我们钱已经付了，很担心说会发生什么问题啊，真的不好意思，哇，对呀，啊，你有看到哈，有看到哈，好啊，谢谢志伟，我有跟张经理说，但张经理他休了2天，啊，休2天，因为我住院期间，对不对？我干儿子呢，跟张经理会轮流照顾我啦。早上8点到晚上8点啊，这个早班的是张经理顾。那我自己的儿子晚上8点啊，到那个隔天早上8点是我儿子。然后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是还蛮开放的，怎么开放啊？因为我个人呢，觉得说，我也跟张经理讲，我也跟我儿子讲，我说哈。其实呢，我住院对不对？那我去请看护哈，也是要花钱，啊，请你们帮我顾啊，因为哈，如果陌生人帮我顾，我可能会比较不自在啦，哈。那因为张经理他本身有薪水嘛，所以他帮我顾的话，我一天就再额外给他1000块，哦。那我儿子呢？我儿子顾我对不对？啊，他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8点。那我儿子雇我呢，我一天是给我儿子2000块，所以我请看护哦，雇我一天就要花3000块，你知道我一天要花3000块，我如果住个5天，我就要花15000了，我就要花15000，各位你们知道吗？哦，没有钱真的是不能生病的，哎呀，这个 AJ 你要来雇我，谢谢你啦。不过今天 AJ 啊，你给我一个很感动的事啊，真的我要讲。其实啊，感动的事哈，我要讲一下我内心的感触了哦。因为啊，我年过半百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我都是给人家红包的，我这几十年来都是给人家红包的，真的。你看我这个年纪的话，我都是公司好好的负责人嘛，哦。然后在家族上，我应该算是最有成就的了啊，也最知名的嘛，哦，所以的话都是我给人家红包。那我今天到台北啊，AJ 给我一个红包啊，我那时候我有点很震撼，很想落泪，你知道吗？真的，因为我几十年来没有收过人家的红包呢，那 AJ 突然给我一个红包，然后他知道我下个礼拜三要开刀哈。他那个红包就是说给我沾沾喜气啊，鼓励我，然后也祝福我了。我真的很感谢啊，真的很感谢 AJ 啦。没有想到呢，他那么细心哦，那么设想周到哦，我都觉得我太讶异了。我没有预期啦，没有预期啊。AJ 会给我一个红包，所以在这边真的谢谢 AJ 啊，谢谢你的友谊啦。然后 AJ 也知道，说我9月份，因为我有跟 UP 公司报告嘛，我说，因为我要开刀，我开刀呢，我会休息几天，我也不知道，要看我的情况了，我也要问医生，因为刚开好刀，因为我是做甲状腺，我可能讲话也不大方便，或者是伤口还没有好，我可能讲话也会痛，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讲话嘛，对呀，我如果说工作，我一定是。身体很好的状况，不然说我在痛，我要讲话，那我要笑，那我真的觉得我做不来，我做不来，所以我跟公司问我说，那我根据合约最低是要多少万呢？那公司有跟我讲，他说老师，你根据合约只要6万就好了，就是做6万 U 啦。那我跟 AJ 讲。哦，AJ 今天就跟我说：“老师，你别担心，哈、哦，你别担心你的6万 U 啊、哦，没有的话，月底的话我一次刷给你。”我们这个 AJ 啊，这句话就给我说啊，很感谢了，很感动，也很感谢啊、哦。所以在这边我要祝福 AJ 啊、哦，你在台北一切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的，好不好？越美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你身上了啊，哦！谢谢，你看 AJ 又帮我们撒红包了，你看一下哦。所以每次 AJ 来汤炫老师的直播间哈，我们观众朋友最有福气了，是不是？你没有领到红包的，赶快等一下呢，要说声谢谢你
哦，真的要给他兜一下，有没有？哦，小鱼要谢谢 AJ。好，想谢谢 AJ，AJ 真的哈、哦、是汤小四的贵人呐、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啊，非常非常好的人哈、哦。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啊，Together 啊、哦，然后呢就开始来学英语了。在一起，你知道，末日降临，不愿你孤单地欣赏着世界风景。郭书欣老师也领到了红包哈、哦，哇，大家沾沾喜气，谢谢。越不看好，越要争口气。偶然走在一起不容易，幸福并非是。谢谢小鱼送来的礼物。沿途有风有雨，苦涩当作甜蜜。有人说过，爱真的需要勇气。Together 在一起，你知道末日降临，不愿你孤单地欣赏着世界风景。一生一次，就这一次，我庆幸与你相遇，记着你的温度在我手心。有这首歌的歌名叫《Together》哈，然后大家叫《Together》，TOGETHER，Together 是一起的意思哈。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在英文哈，我们说 "You are together" 啊，你们是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指呢两个人呢在恋爱中，这样了解吗？哦，你到顶才说 "You are together"，
这样了解吗？如果说你遇到你的一个朋友，他带了另外一个异性啊、哦，然后呢，在路上逛街啦，在公园里面啦，约会啦，哦、啊，你可能问他说 ，Are you together？ Are you together？ 啊，意思说你们是不是有在这个来电呢？哦，我的到底吗 ？Are you together？ 啊，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是大家是普通朋友，你要怎么讲 ？Oh no, we are just friends. No, we are just friends. 我、啊、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No, we are just friends. 啊，就是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只是朋友而已啦，不是 together 啦啊。就把这个 together 的用法跟你们介绍。好，我们这本课本呢，看话剧轻松学 English 啊。来，这是我们上课的教材。那有课本的同学呢，我们打开课本 ，open your book 啊。我们课本呢要看45页 ，page 45。啊，今天要看45页。我们这个 page 是页数了啊 ，page 一 page。45啊，就45页。来 ，Miss E 啊，我们这个 E 啊 ，E 小姐叫 Miss E 啊 ，Miss E。I'm Mina and I'm 30 years old。啊，她说 I'm Mina 啊，我叫 Mina and I'm 30 years old。啊 ，30 是30，而且我是30岁。I'm from 台中 City 啊 ，I'm from 台中 City 啊，我来自台中市。譬如说你们来自台湾对不对，你们如果出国就可以告诉人家说 I'm from Taiwan， I'm from Taiwan， 说我来自台湾。他说 I'm from 台中 City， 好，我来自台中市。 I'm very charming and attractive， I'm very charming。 好，什么叫 charming 呢？ charming， charming， charming 就是很迷人的。I'm very charming， 啊，我很迷人的 ，and attractive， attractive 是吸引人的 ，attractive， attractive， 啊 ，charming and attractive， 好、啊，我非常迷人的，我非常吸引人的，哦、啊，吸引人的叫 attractive。I believe all of you love me， 好、啊，他很有自信，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选美嘛，选美。他说 I believe， believe 是相信， B-E-L-I-E-V-E， believe 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呢， All of you love me、哦、你们所有的人都会爱我。 I believe all of you love me、哦、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爱我。好， narrator， 好， narrator 呢是报幕者， N-A-R-A-T-O-R， narratorThank you to those honorable and elegant ladies. 好，谢谢。这一些呢、oh, those， those 的话是那些了、oh, those， T-H-O-S-E， those。 谢谢那些、啊、这边有两个形容词哈，这两个形容词都是好的，就是这些选美的佳丽。我们看看这个课本上哈 Lady， L-A-D-Y， Lady，Lady 的话，单数的话是 L-A-D-Y， 复数去 Y 加 I-E-S， 叫 Ladies。 他说啊 Thank you to those honorable and elegant ladies。 好，谢谢那些呢 honorable， honorable 呢是可敬的， H-O-N-O-R-A-B-L-E， honorable 可敬的， and elegant ladies，谢谢那些可敬的，还有什么？还有 elegant ladies， 谢谢那些可敬的跟什么？跟那个高贵的女孩们啊、哦、，honorable and elegant ladies 啊、哦，谢谢那些可敬的跟呢高贵的女孩们。You are all the best 啊、哦、，You are all the best 啊、哦，你们呢都是最棒的啦啊、哦、，You are all the best， 当然 best 是最棒的，对不对？B-E-S-T 这个字呢，原来好的话叫 good， G-O-O-D 比较好 better， B-E-T-T-E-R 最好叫 best， 所以 good better best， You are all the best， 你们都是最棒的。
The judges are going to make a decision. How judge? 裁判也可以当法官、啊、这个是可以当裁判跟法官。Judge, J-U-D-G-E, 单数 judge, 复数呢 E 后面加个 S, judges, one judge, two judges, 那 the judges,、啊、所有的这个裁判们呢are going to 将要怎么样 make a decision 好 make a decision 呢是做决定 make a decision 啊，这个是一个片语啊啊，各位可以知道一下我们呢做决定呢动词用 make M-A-K-E make a decision D-E-C-I-S-I-O-N 决定 make a decision 好要做一个决定 and the 2009 Miss April will show up soon show up 是出现嘛Show up, show up. S-H-O-W, show, U-P, up.、啊、变成片语了 show up 是出现。2009年的苹果小姐很快就要产生了。Before I announce the result,、啊、before, before 是在什么之前对不对 ?Before I announce, announce 是宣布 ,A-N,N-O-U-N-C-E announce 是宣布这个 result、哦、是结果 before I announce the result 好在我呢宣布这个结果之前 the ladies are ready to sing the English song 好这女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来唱首英文歌 more than I can say for you、啊、然后这首歌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Oh, oh,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啊、我们知道这首歌有版权、哦、所以这首歌是不能播的。那播呢我们那个 YouTube、哦、那个、啊、就会被消音掉了。这首歌它有版权、啊、就是 more than I can say. 来报幕的在说 Narrator 在说 The red envelope is in my hand. 我们知道在选美对不对他们把得奖的名单呢用在 red envelope 里面那 red envelope 是红包 R-E-D red 红色的 envelope E-N-V-E-L-O-P-E 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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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信封 the red envelope 好这个红色的信封呢 is in my hand 好是在我的手上 I believe all of you are very nervous 啊、哦我相信呢 I believe all of you are very nervous、oh, nervous 是紧张的 N-E-R-V-O-U-S nervous、哈、我们欢迎这位大哥进来谢谢你的留言他说老师好、哦、谢谢 nervous 的话是呢紧张的 I believe all of you are very nervous、哦、我相信你们说的都很紧张 Let me announce 好让我来做什么事叫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let me. 这个 let me 让我来呢 announce, A N N O U N C E 来宣布 the 2009 Miss April is 是谁呢？啊，这个 Miss Mina Zhang 啊，我们的 Mina Zhang 啊 ，Mina Zhang 就是呢，2009年的苹果小姐。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founder of Tony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Tony Chen, to crown her. 好，我们想要怎么样呢 ？Like to invite, invite 是邀请 ，I-N-V-I-T-E. 好，这个字是动词，邀请 invite.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我们想要去邀请呢，这个 founder, founder 的话是创办者。哦，嗯。这个人气怎么觉得不冷呢 ？Why？ 嗯 ，What's wrong？ 我再看一下冷气，怎么越上课觉得越热啊、哦？冷气 ，I turn on air conditioner 啊、哦、，turn on air conditioner。他说啊，这个 founder 是创办者 ，F-O-U-N-D-E-R。We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founder 啊 ，invite 是邀请。好，我们想要邀请这个创办者，哪一个单位的创办者呢 ？Of
Tony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啊，汤尼英日语啊，这创办者是 Tony Chen。To crown her，crown 的话是加冠 ，C R O W N 叫 crown， 哦 crown，R N run crown 啊 crown，C R O W N， 这个当名词是皇冠，有没有？我们那个选美家里不是有个一顶皇冠吗？当动词就是加冠，加冕加冠。C-R-O-W-N, crown, to crown her. This is a very unforgettable moment.、unforgettable moment. Unforgettable 呢是难忘的。Unforgettable, U-N-F-O-R-G-E-T-T-A-B-L-E, unforgettable, 难忘的。Moment, moment 的话，我们在电话里有没有？请你等一下，还记得有没有这句话？请你稍等一下。Please wait a moment、电话礼仪是不是有个 Please wait a moment、请你等一下 Please wait a moment。 当然 moment 本身呢是指很短的时间、片刻 moment、片刻很短的时间。 This is a very unforgettable moment for Miss Mina Zhang. She had tears of joy、就是喜极而泣啦、She had tears. Tears 是眼泪，眼泪 tears 啊、T-A-R 加个 S. She had tears. 她有眼泪，怎么的眼泪呢 ？Of joy. Joy 是欢笑，对不对 ？J-O-Y. 所以呢，她留下什么？她留下欢乐的眼泪。She had tears of joy. 啊，她留下欢乐的。眼泪啊，好，这个休息一下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啊，老师来放个歌给你们听，再回到汤丽萱教育的现场，我们来听海中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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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家先休息一下。在一边
要谢谢哇！我们在海中山的这首歌，也欢迎李宏文先生，谢谢你进来哈、哦。好，都来黑掉起海中山。来下一首歌，那来听《苏苏凉凉》，好不好？《苏苏凉凉》哇，我来找《苏苏凉凉》。又。HTC U 十二 Plus 测光启动最。哇，这个我来看看哈，《苏苏凉凉》。思思念念，思思念念，好，苏苏凉凉，来。
谢谢啊、哦！大家听这首《思思念念》嘛、哦，英文叫 "I miss you very much"、哦、好，我们李宏文留了什么？看一下，老师，我可以点袁小迪的舞伴吗？因为我喜欢啊、这个歌曲啊、哦。其实啊、想听国语的宏文，因为老师的节目那个歌啊、哦，没有办法给大家点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晓得那个歌有没有版权的，那因为我播的歌哈都是我们志伟哈，我们的工程师志伟他查过这个歌是可以播的啦。主要是因为唐立炫老师的 UP 直播节目，我们有在同步录影，啊这个节目呢会放到呢这个 YouTube 哦，那如果我们播的那个版权歌哈 ，YouTube 他们就会消音掉了啊、哦，所以这一点希望你体谅我一下。啊、哦，所以我也不晓得这个歌，啊、哦，它能不能播，有没有版权啊、哦？这个，如果你很想听这首歌啊、哦，那你可以呢到 UP 来，那你问一下我们志伟啊、哦，请他帮你查一下。好、哦，然后苏嘉妮说：“老师晚上好哦，看到您了，谢谢。”现在收看这个节目呢，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啊、哦，叫汤尼劝教 English。然后呢老师节目呢会做到下个礼拜一，因为礼拜二我就要去住院啊，礼拜三要动手术，那这次要动手术呢要做的是右线的甲状腺切除手术了啊，因为老师呢这个右边的甲状腺有一个结节，现在大概 2.2 公分左右啊，大概是一个椭圆形的，然后已经追踪了两年了啦，那医生还是建议我说哈，老师你哈还是要把它直接割掉了比较好了，不要留在那边了哦。所以我想一想啊，也心里做建设的，想说医生都这么说哈，那病人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嘛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医生是专家哦，所以呢，我做好心理建设，要请了中国医药大学呢。杨宏仁啊，我们杨主任，杨主任是他们的外科的主任啊，杨宏仁主任帮我动刀，那是由呢这个张纯堆啊，张纯堆，他是那个也是中国医药大学啊那个内分泌科主任帮我推荐的了啊，所以啊下个礼拜二啊老师就住院，礼拜三安排要做手术，好，跟我们说的好朋友、啊、报告一下这个事情。那手术之后呢，我要一段时间静养身体了、哦、啊！等到全部康复了啊、哦，可以这样子再公开讲话、哦、啊，很没有问题了，我再开播啊，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你们啊、老师呢，在明天呢要赶快哈、哦，把我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好礼寄出去啊、哦，然后得奖的呢分别有文喜啊，我已经拿给他了，然后呢我明天会寄给小鱼啊，我们志伟还有 Teddy 高啊，另外还有一个名额啊，如果你呢有参加呢汤炫老师在俄罗斯直播，然后呢要参加呢我们呢比赛，我俄罗斯直播总共做了22折啊，如果你有看呢，那你有截图，你要参加呢这一个送好礼活动啊、哦。我们呢啊，今天要赶快告诉老师啊、哦，赶快告诉我，用 LINE 8253TC 告诉我，因为你又没有告诉老师呢，老师这个活动就要截止了啊。另外呢，我们呢猜呢那个东西多少钱的啊？哦，是我们的林伟，林伟好会猜哦，哦，这个你们还知道吗？还记不记得啊、哦？我把它拍照起来。这个，因为我刚好在俄罗斯超市买东西，那我买一买，我就觉得怎么那么便宜，好便宜哦！我买了七样，所以我就心血来潮哈、哦，把这七样po在那个
我的 Facebook 给大家猜多少钱，有没有？好，就这七样，有没有？大家有记得吗？好，就这七样。然后呢，我还附上那个，我答案还附上收据，哦，我拿1000给他们找，他们找我，哦，不是5000给他找了，找我4643，所以是357的卢布了，哦，这七样是357的卢布，357的卢布换成台币就是除以2，大概180的台币，哦，七样东西180的台币，所以我觉得真的超便宜的，哦，结果我们的林伟他是打358，他只多一块卢币而已，一块卢币刚我们台币，哦，一块 卢布就是台币5毛，哦，台币5毛，所以这个是由林伟，哦，林伟达到的。好，在这边再次恭喜也谢谢，哦，这些好朋友参加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活动。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呢，啊，课本45页 page 45。 好，有课本的同学再麻烦你打开一下 page 45， 没有课本的同学，啊，如果你要呢索取这本课本，同样的用 LINE 8253TC，啊，告诉童林轩老师，谢谢。我们 page 45 45页呢，我们再继续看哈，narrator，啊，倒数2 4 6 8 9，啊，倒数第九行 narrator，啊，narrator 那个李宏文，宏文 你猜的话是猜多少，但我们是最接近的这位，啊，宏文 如果你有更接近的话你要赶快告诉我，好，你用 LINE 跟我讲一下 8253TC，哦，啊，你要把那个截图给我看，因为林伟的话是差一卢布而已，哦，这个宏文就要拜托你，因为明天我就把礼物寄出去了，啊，寄出去的话之后你再告诉我就会太慢了，因为我没有，我其实我出国很不喜欢买东西，哦，为什么？因为提得太重了，哦，我没有那么大力量提，啊，但是答应观众的，对不对？啊，也没办法，就是要提啊。所以我如果礼物寄出去，我就没有了，因为这是俄罗斯带回来的啊。再拜托一下宏文啊。那，啊，我们是选最接近的了啊。我们猜这个金额的话，这个是最接近的，因为林伟他是差一块卢布而已啊。如果您呢比他还接近，就是要变成怎么样？变成你是刚好500。就刚好那个数目，我刚才讲的那个数目，我再看一下答案哦。因为这个都有，这个都有留存底的了，所以357，哦，357就是标准答案了。我们这个我都有那个收据在，所以你他是猜358，所以他多一个卢布，哦。啊，如果没有刚好的，那就是还是寄给林伟啊，这边跟我们宏文报告一下。好，那我们再继续呢。Narrator 啊，报幕的说什么 ？This is a very fair beauty pageant。好，这是一个非常的 fair。fair 的话是公平的 ，F A I R。这是个非常公平的 beauty pageant。好 ，beauty pageant 我们叫选美 ，beauty 是美女，对不对 ？beauty。B-E-A-U-T-Y 啊 ，beauty beauty 是美女 ，pageant P-H-E-A-N-T， this are very fair beauty pageant， 啊，这是个非常公平的选美活动。Miss Mina Zhang is the winner 啊 ，Mina Zhang 呢是优胜者 winner， she is so good looking 啊，长得很好看呢 啊，当然选美呢会重视外貌嘛啊 ，she is so good looking， 啊，长得很好看。And she has such a wonderful shape， 而且怎么样，身材很好，哦，好身材啦。最后你就学的这个 shape， S-H-A-P-E， shape 本来是形状嘛，对不对？ shape， 所以 you have good shape， 就你身材很好。
那他说啊 She had a wonderful shape、哦、她的身材很好。如果人家跟你讲说 You have a wonderful shape、啊、你的身材好好哦，你要跟他讲什么？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nice of you to tell me that、啊、就哎呀真的谢谢你哦，你告诉我真的很好。It's nice of you to tell me that、啊、就是你告诉我真的好棒哦、啊、这个是、啊、英文的用法啦。通常在英文对不对，人家赞美你你都要把它接受起来、哦、好，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汤丽萱教英语就到这边、啊、最后再来听这首雾，那老师要告诉各位晚安，祝福你们，拜拜。Thank you.
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啊！我们一个小时唐立倩教英语啊，这一个很快时间就到了哈。我是唐立倩老师，谢谢你们。2018年啊，9月7号，谢谢你们的观赏啊。那我们明天中午12点台湾王儿童再见喽。今天是礼拜五，大家周末休假愉快，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好，文喜，谢谢文喜进来哈、哦。哇，那妈姐特别进来跟我说拜拜，谢谢。